我们看到这次中美清出访真的是抢尽了风头了，而我们也看到了，尽管这个中南美的出访是圆满落幕，但马总统的声望其实他也是再创高峰了。依据最新的民调显示，马英九总统的施政满意度上扬到了61%，而57%的受访者也满意他这次的外交成果，有60%的受访者认同马政府放弃金元外交跟两岸外交休兵的做法，而据地夫人中美清的表现则是更获得73%民众的正面评价。认为中美清这一次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。